家人们哈，今天带张兄弟把他介绍给我们村的老张哈。这个老张，你过来过来，跟他聊一下，就他带孩子的怎么样？我看不上。为什么呢？他带有孩子。他带孩子呢，不想给别人养孩子啊。是，现在他年纪大，生不了孩子，什么要干嘛？好吧，好吧，那这个你看嘛，这些大龄剩女、离异二婚女哈，在大城市里面，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知道吗？介绍到村里面都没人看得上。你说你们真的，还有什么值得高傲的你？啊，回去吧，那你回去吧哈，回去吧。